提示警察局中部打击犯罪中心，依据本局打诈中心情资研析小组交查情资，搜证发现有 EMP 设备化物诈骗机房，在113年3月间，在台中市架设 EMP 设备，持续从事诈骗化物工作，即报请台中地检署中埔检察官指挥侦办，经调阅监视器锁定林姓主嫌，于4月17日拘提林嫌到案，并同步搜索台中市、台南市及彰化县等多处处所，并持续溯源侦办，于6月27日至台南市查获上手陈姓主嫌到案，总计查获 EMP 诈骗化物设备8台、WiFi 分享器、远端监视器、电脑主机及笔电证物，查本案被害人遭诈骗案内为：猜猜我是谁？假冒亲友借钱，假冒公务人员、公证所，假冒检警，以及最近发现有假投资等案内，清查165专案到案记录，自113年3月起至查获日起，共有13万民众接获该诈骗集团电话汇款，损失金额达新台币1500万元。另借由此多查性行动，有效阻断6万多门诈骗电话，全案依涉嫌诈欺罪嫌已请台湾台中地检署侦办。警方呼吁本案诈骗集团系以乱枪打扰方式，以行动电话门号没有加号的方式拨打给不特定的被害人，假冒已取许久未见的亲友，要求加入赖账号，进一步进行假公务机关或者是假投资诈骗的诈骗类型。所以各位民众在接获不明电话显示来号的时候，第一，请勿加入对方提供之赖账号；第二，也不要加入对方所提供的投资群组；第三，请拨打110或16查证，以避免受骗。